题目是如何才能使保险更安心，购买保险时应当遵循的几个步骤。保险作为风险控制、财富积累与资产转移的有效手段，在加拿大已经有超过150年的历史了。那么被人们广泛的接受和使用，大体上保险可以分为人寿保险与健康保险两大类，其中健康保险又可以细分为重病保险、残疾保险、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医疗福利保险等。那么我们在购买保险时究竟应该怎么做呢？首先第一点要考虑究竟我需要什么样的保险，这个问题呢必须要由呢专业人士呢进行独立的风险评估，才能够得出准确科学的论断。一般来讲，举个例子，有房屋贷款的家庭呢，要买一份呢最基本的人寿保险，能够保障债务。对于专业人士，比如会计师、律师而言，那么要保证自己的生活品质，残疾保险和重病保险呢，就显得格外的重要。当我们确定了我们究竟买什么的保险，第二点就到了，我们要考虑究竟我们需要多大的保额，并且要制定一个合适的预算。一般来讲，人寿保险的保额呢，最基本也要能够赔偿家庭的债务，比如说车贷、房贷，或者子女，或者是配偶的生活。那么残疾保险呢，一般来讲的话是2/3的每月的工资，上限呢是5000块钱。那么这两点都确定好以后，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，现在就要到第三步，叫做货比三家。在比较的时候呢，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价格上的比较，更重要的是要再看公司的条款、索赔条款或者通常拒保的条款，如果中途断单会有什么样的损失。一般每个保险公司呢都有它自己特定的针对群体，如果你符合这个公司针对群体这个年龄段呢，保费呢会比较的优惠，那么这个呢是消费者呢需要考虑的。第四点，就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经纪。经纪在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，一个敬业、专业、经验丰富的经纪肯定会使你在买保险的时候呢更加舒心称心。最后一条也是大家容易忽略到的，买了保险不是一成不变了，我们一般来讲需要呢每年呢要 review 一次，这样的结果可以使您呢收入变化或者是生活 style 的变化、家庭成员的增加、婚姻变化呢能够及时调整。总之，加拿大的保险呢是受联邦和省政府严格监管的，有着全世界最高品质的保险。朋友们按照以上几点，相信会买到安心称心的保险。时间又到了，谢谢大家收看精明理财生活悠悠游电视，我是节目主持人盛子阳，下次再见。